再去找人。不过都很固定，对啊，都有几个熟面孔啊。很重，而且都我们打两个联盟嘛，这边还有韩国，韩国你也去啊？对，我们在那边暂时。对，我们都在那边打。我们威乐也有报韩国啊。好球。做什么？来哦，左边了哦。来，进去哦。不能说他完全不对啊。我来一块画下来，哎，我来吧。Nice 啊！哎。最多的地方，给他震撼一下，给他们，叫他们要，叫他们要 attention。他也没有天堂。来劈啊！对啊，就是这个你们那边的三球没有进。进了，但你这两球不进呗？算了，算了。你跟那个记者。完了哦，闪完了哦。来，好，来拼啊！好，李峰。去去，零分。还比较好，为什么？我呢？如果是说，因为这个澳洲，哎，赢变输，那就这个是他应该定。球，他不是这样接，二手是这样，他是一身，他这样接二球。
重点是他举起来之后，人家鬼脸说，哎、啊，那女生摸不甩过来了，他也不去踏紧他，他就走了。谁就走了？那个贺雷手啊。王彪，快！三分。
二楼，二楼，二楼。
来啤酒Thank you.
去了。我卖了吗？哇！都去了。打了就跑了，打了就跑了，打了就跑了，不管了。你有大啊？我来一袋给你，我还等着换。半颗啊！你啊，快！不，连那个牛包都杀。昨天是上三人制，对啊，三人制连二人制都有，讲义是都有，昨天主要是讲三人制。三人制没站哦，对啊，太久没站哦，上去都走错了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现在几率比较少呀，就企业杯啦，或者是那个，或者是四强。来，再放来。
管哦。干掉了。喂。跑掉了。来试上哦，来差一分哦，守住哦。走走
完了，朋友完了，朋友完了。劝解六分。我看到他的身站啊，走路啊，他一身材，谁要找那么好的身材？你不练下去？对啊，那你看有没有一个？刚刚我们会做在讲啊，那上一快！真的，我快！
劝解零分。六分啊，来上六分，四下零分，喂，我们嘿，要我允许。
这课很好讲。我就解释讲讲解释给他们听。你六上哦，七比十一哦，加油！对啊，这边修短了。对啊，对啊，这边修短，这边修短啊。再来，再来这边，等一下。漂亮啊！
果就是没经过守备员，就是了解，还没上碰，对对，他碰到了。来，拿着机会。
还老花了哦，多啊！来。比啊！对啊。哦，去去一分。玩得好。还差五分哦，分掉哦，加油！加班，你加班。哎，像这种哦，像这种哦，如果把它做成动画就可以。对啊，应该可以啊。可以啊，应该可以，他应该电脑软体应该有。根据是上面他这个字哈、哦，对，然后去做动画。这是 PowerPoint 印下来的，所以可以用动画。因为你用画的比较实嘛。对啊。怎么样？来哦。Break。有需要你的话，共同记，好，我们就自己人。